连早安图都可以抄。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被质疑抄袭的这张赖贴图是统一发票开奖号码，但民进党立委认为，既然苏贞昌早上po文，侯友宜中午才po也算模仿，这种连统一发票都只准党籍候选人提用的标准，让国民党傻眼，双方隔空开火，互指对方才是文抄公。讲到要超越朱立伦的公托四年翻倍，也是抄苏贞昌的。扶老西幼有关公托的部分，当我们提出来所谓的超越朱立伦的公托，苏振营提出来是扶老西幼，也是公托政策。出示比较图，国民党用时序证明公托跟青年返乡政策都是侯友宜先提出，而敌对的苏贞昌不止抄对手，甚至连现任市长朱立伦四年前的政见也要抄。苏贞昌先提到的新新北新希望，会做事相似度高达90%以上。新北选战加温，候选人打了国热，场外声援立院党团成为另类战场。记者林佳慧、张道友台北采访报道。